堡垒在韩语中称为 chi， 是一种向外突出的结构，从堡垒墙上，指在攻击接近的敌人从侧面。chi 指的是伸出一定距离的墙。华城城里有十种奶酪保护城堡并攻击接近城墙的敌人。chi 这个名字来自汉字雉鸡，因为雉鸡善于隐藏和偷窥。chi 本意是雉鸡，因为它隐藏得很好，善于偷看，这就是为什么它遵循这个名字并被称为 chi song。 华城城共有十座堡垒，它们的形状因地形而略有不同。这种形式的堡垒可以在世界各地的城堡中找到。水源华城的堡垒外观独特美丽。东北堡垒，韩语称为 Bukdongchi， 建在东北门哨所旁边。东北堡垒是华城堡垒所有堡垒中最大的。由于门岗哨的墙极具向南弯曲，这座堡垒是为了加强防御而添加的。由于东北堡垒是一个重要的位置，守护长安月门，最大的堡垒建在这个地方。此外，东北堡垒有城垛，以便士兵可以监视和攻击敌人。城垛是指城堡顶部有开放空间的矮墙供里面的人拍摄。